好主动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应该要珍惜的你，你才知道你应该怎样去成功。真的个人是不得的，这个刚刚自己是不得的，个人这么说你不得，除非你自控不得的。所有要做的事需要去立做就行，无论是错，无论是对，无论是对，去做就行。为什么错了我的经验，对了我赢了。让我觉得真的有一个家的感觉。Even though 李哥他们也就是很 friendly 很 nice， 我觉得这个 training 很值得去 join， 是因为我可以学习到更多。然后我从这一些李的 experience 李的身上，没有找到说就是我爸辈啊，我很高啊，我很瘦啊，感觉上去他们会选择他们的那些 point 出来给我们知道究竟要怎么做。一直跟着这条，我是可以的，我做得到的，我每天这样子忍忍好，我对我自己讲，我全部都可以，我一定要做得到，不管多辛苦多艰难都好，我一定会要成功。在这两三天的课程里面，真的学习到很多，也看到大家的付出，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抱着自己的目标，自己的宗旨，大家可以做得更好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因为我一开始假如不想这个行业，我就已经来到一个最好的公司，原班最好的同事，有一个那么好的平台，可以让我在这里不断学习。也许这个地方就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捩点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